炫起来，拿这种一马店的气势。好，来，拿这边。这是一名老中医啊，撒网就像绞肉机，他是一名老中医，到位，有气势凶猛，使劲过猛了，这网不算，下网再来。我这就爆了，爆网了啊，爆网了，各位老铁，爆了，你期待已久的爆网，你看，到了，我全部收晒佢上嚟，你冇？好，爆啊！需要人帮忙。两个人啊，起身影啊，系啊系啊，我等住企咗七年。今晚是大型爆啊，各位老铁。来啦！拭目以待。应该全是白莲。白莲啊，应该是没猜错，就基本上是差不多。因为他冲网面嘛。哎，估计有几斤啦？五六啊斤啦，肯定有啊。有没有大的？大的是大几两三斤。唔使唔使动网。奇迹马上出现。50-60斤，如果是花白莲的话，我们把它就全放掉了。那个老细啊，花白莲在南方，它是一种不值钱的鱼。然后再一个就是，它不是什么经济作物，它还起着一个环保的作用，它这个净化水质。为了广东广州的水质，我们还是把这个花白莲全放掉就可以了。抓一些经济作物，比如说跳嘴啊什么的鱼，比较好吃，比较可以卖钱的鱼。来啊！哎，偏了。哦靠，有个树枝，要不然的话300多斤啊。哦靠，这气势，这简直是人山人海，风起云涌，那翩翩起舞，那真是感觉好像是吴老隔壁吴老二又过年了。我靠。